找到台湾的频率，欢迎收看台湾六十赫兹，我是廖庆学。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台湾的中小企业呢，也逐渐的在国际上面有了竞争的实力。位于鹿港小镇的地宝工业呢，董事长许旭明30年来的奋斗历程呢，更是许多台湾中小企业主的写照。学历呢，只有初中毕业的许旭明，做过了工厂的黑手、仓管，23岁呢就以10万元来创业，一头栽进了车灯的市场。当年呢没有学历也没有资金的他呢，只能拎着几卡背心袜闯天下。现在呢，地宝已经在全球累积了1000000家的客户，拥有10000000件的产品，以及10万多件的零组件。每年呢，可以开发出超过200种的新款车灯，跃升成为了车灯业的第一把交椅。接下来，我要带你来看看地宝工业。这里是地宝工业彰濱厂，这里是地宝工业模具技术研究制造中心。这里是地宝工业的鹿港厂，我们今天呢要带你来认识这一家全球最大的车灯龙头厂。空拍机缓缓的升起，首先你看到的就是地宝的企业总部。巴洛克式的建筑外观承袭着鹿港的典雅建筑风格，而一旁车灯造型设计感十足的橘色建筑呢，就是地宝的模具研究制造中心。走进来这个地宝的车灯厂呢，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为什么你知道吗？给各位看一下，这一整排呢，全部看过去的话呢，你会觉得像是来到了一个非常大型的工业化的一个模具的图书馆里面，吓死人呢。这是我们台湾第一套用自动化去管理的模具，我很容易去找到模具跟架设模具，可以省很多时间。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模具的话，是大概占了地宝的模具的多少？应该不到1/10啊。不到1/10？是，确定。一个车灯至少得花上上千万来开模，光是一个头灯的模具呢，就重达10吨。这些大小不同的模具呢，被整齐的排列在3到4层楼高的仓储架上。每个模具上都编有车灯型号，搬运系统不断来回的穿梭，从架上搬取这些模具。过去靠着人力搬运，但现在只要靠半自动化的系统，就可以将模具送到射出成型机，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灯壳。像这边是专门生产透明的灯，这个红色的，那这个红色是什么呢？这个红色是我们汽车后面有个反光片，对，那这个是晚上的点在那边，你看到直接哦，知道有个东西车在那边。所以这个其实是放在后面的后灯具那边的啊，灯具，但是它里面是没有要光源的，没有，它是为了反光用的。对，这就是钻石花纹，要一颗一颗，这个非常，这个模具很特殊了。
哎、欸，你这模具盖厉害哦，大家仔细看一下哈、哦。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啊，只有这样的，可是实际上它是旁边全部都有角度的。是。然后它还有沟槽的。对。然后不止这样子哈、哦，这一面呢是平面的。对。但是它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是里面是篆书花纹，还有反射。这已经算是精密工业，所以你们现在的灯具的话是各式各样的。对对对，只要汽车车灯我们都有做。啊，全那个地堡的话，总共有多少种类？应该超过40000种，有40000种种类啊！真的真的，对。看你追哦、喔，是没有错。听讲你今麦拢北加带去。我们全世界现在只有南极没有，其他都有。只要有车灯的汽车地方，大概都有我们的产品。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有汽车的地方就有地堡。台湾的汽车零组件产业年产值高达2200亿。全球市占率更高达80%。再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数字，地堡每年车灯产量呢超过1000万颗。以近20年所生产的车灯数量来说呢，就可以绕地球4圈半。你看到的这旁边这一些呢模具呢，全部都是他们的技术的核心价值在里面。对，我们的生产都要靠模具的，所以模具的产品越多的话，我们的竞争越强。嗯，但相对的，整个周转率也会放慢，所以这是比较挑战。尤其这个多样少量，对，这个竞争呢非常的严苛。像我们是说客人做售后市场的，对，有人会买一颗两颗，我们也是让他照做。你一颗两颗你也在做啊？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这是一个艰苦的非常艰苦的行业。执行长许旭明说，弹性生产以及完整的产品线是地堡得以扩大全球市场销售的重要关键。接着他带着我走进车灯里头，你就可以看到地堡的实力了。这里呢其实是所有的灯具的起源的地方。对，那这个模具是怎么制造出来？像这个就是在洗用整块钢慢慢雕刻出来，这是一个小零件，模具的小零件，对，都是这样子做出来。我知道那个地堡的设计跟研发能力也非常的强。是，你们光是设计的人才的话呢，有多少？我占我们公司大概1/4。我其实刚刚有偷偷去他们的那个设计中心看，我一走进去的时候啊，我看到整个大办公室的人是川流不息。地堡成立45年以来，模具开发一直是企业营运成长的核心。每年将营收5%的资金呢投入技术研发，另外更大手笔的从德国进口精密设备。像这个看起来像太空舱的五轴加工 CNC 呢，一台就要价上千万，一分钟可以达到40000转，也可以因应光学件的需求。它整个都是用自动化、智能化的慢慢生产。高阶的光学件，尤其光学件更难做。对，我们更需要投入很多光学件的设备，尤其现在很多那个鹰眼的。鱼眼的这个头灯啊，对对，那改成以前是玻璃，现在改成塑胶。那塑胶更需要我们的精密设备，很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1977年成立的地堡工业，在全球车灯 AM 市场独占鳌头。执行长许旭明初中毕业就到台北当黑手，在当兵时兴起了创业的念头。和当时70年代的台湾正由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发展，许旭明看好了高毛利的汽车零组件产业，退伍后凑足了10万块钱，从一间茅草搭盖的羊菇寮开始做起。这个是我们的老厂，最早的厂房之一啊。那这更旧的已经被拆掉了，那这是剩下的一部分厂留下来当。纪念而已。所以它那时候面积就这么大啊？哦，刚开始比这个更小。刚开始那是羊菇寮，我们做种羊菇，我爸爸种羊菇时候在里面创业的。这剩下留下是一点点的，其他都已经拆掉重盖了。现在剩下我们唯一的一间了。啊，以前盖厂车这个厂房都比较矮一点。我们这样子看过去，你可以看到那个台。
台湾的经济发展的一个轨迹，怎么样从所谓的家庭的工厂，然后变成小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到现在变成一个国际的跨国的一个大公司。你那时候怎么会想到说要做那个车灯厂？当协主任有关的，因为我当协主任是因为我的老板跟我爸爸是好朋友，那我如果去想一直想创业，那我创业如果在跟我老板做一样，那就是比较跟仕途竞争没有意思，所以我就选择做制造业，那我老板呢就继续做他的批发商，所以我的第一个客人也是我的老板的。那你怎么知道说台湾的车灯厂它会是未来发展？我也是误打误撞啊，现在才知道做车灯真的很难做。以前他认为车灯很简单啊，一个灯壳一个底座盖起来就好了，也不知道当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法规啊，车灯是安全性零件，我以前不知道啊，我也没有读书，什么都没有，都是慢慢做才慢慢知道哦，了解，那他培养一批团队。啊，你就是安那做诶？早期的车灯冲压比较多，那现在都改成塑胶的，以前是冲压，像我这个手指头就是创业被冲压，做断的。你这是什么时候啊？啊，这创业的时候。不开心，我在家卖吗？对，就在这个地方。然后被冲压都冲断掉。冲断的，那个灯就是我第一颗灯。为了第一颗车灯，然后牺牲了四根手指。对。啊，这四根手指的话没有办法接回来吗？那时候不知道可以接，我现在这变成了一个招牌。许旭明执行长带着我们走进这一座老厂，老厂就位在鹿港厂的一角。没仔细留意，你不会知道原来这里藏着地堡的发迹史。四根断了的手指留不住，却留住了当时创业的厂房以及第一盏车灯。这个车灯的话是用生命换来的。早期做这个车灯真的很辛苦哈，都没有自动化。对，像这个螺丝就用起子慢慢一个一个锁。那这个手指头就是被这个灯拿掉，所以圆的。你看这个弧度刚好是这个弧度。就是这个车灯。好，那这目前还在销售，现在这种自动车灯已经很少了。哎，这是梯啊，梯啊，梯啊，对啊，是，一种跟那钣金来呢，往直接冲下去，它冲击的形出来嘛，哈，那个是玻璃，这是玻璃耶，也不是塑胶的，是不是？这个是用在什么样的车子？卡车的，这是卡车？卡车倒车灯，倒车用的啊，哎，你看以前的卡车，有的装前面，有的装后面，它都可以用。你看从第一颗车灯，你就知道说这个产业未来的它的这家公司未来的竞争力了。它第一颗车灯可以做到那么的精细的话，代表它其实是有很高的一个技术门槛在里面。没错，这个是我们外销的第一颗灯，像那个东南亚的，这颗也是，这是已经80年代的，1980年的车子，那时候已经开始塑胶了，对不对？对，这个的话已经是用射出的方式。对，已经射出。这已经是射出方式。但是那时候当学徒的时候，他们做模具没有现在这么多工具的，对，用那个这什么手工的慢慢去敲敲出来，那细微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用CNC 可雕刻出来，是用那个手工的砸嘛，用秋钢泥砸的，阿弟伯啊。他们够其实嘛，做料够用呢。那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这塑胶上面的话呢，已经有开始有纹路了。这个呢是玻璃的哦。好，1977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是玻璃的。然后玻璃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呢，其实这个玻璃工艺也很厉害，也一样有这个刻这个花纹出来。那刻这花纹的用意在哪边啊？就是透光用。透光把光球布置在分布在整个地上。对。光润，它不然的话，有的亮，有的不亮。对。有的太亮，有的太暗。然后就靠这个。玻璃的花纹，它的花纹，然后它的折射，这样子。对。许旭明创业初期从内销市场开始，当时为了做出品质，他向银行借钱添购设备，每天为钱奔波，跑了25年的3点半。而为了要自己掌握开模技术，特地从日本买来最好的机械制造模具，差点和老婆闹离婚。是我们公司第一台高阶的设备，当初花我15万块美金，那时候是42块。为什么这个设备我
老婆差点跟我分离。为了这一台机器啊？那时候的一分田地呢，一公顷才200万。对啊。那这台就600万。哎。哦，差点跟我闹翻了。是的。我要是你老婆，我也会跟你翻脸。那时候我会去买一大片的土地，我不会买这个机器啊。现在只能当纪念了，这个设备已经很久了，民国74年。七十四年呢？民国74年。民国七十四年那边还有74年，他这台机器有多久的时间？到最近才退休。可是你要是没有这一台机器的话，搞不好没有办法成就现在的地堡，对不对？对。地堡在1989年导入了 CIS 企业识别系统之后，正式进入了欧美市场。2004年股票一上市，股价就冲破了100元，可以说是传产的股王。而就在地堡营收破100亿的那一年，一场意外，赴美进修，让许旭明的人生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那是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反托拉斯法，你上了一堂非常宝贵的一堂课哈。这一堂课的话呢，花了你25亿。为什么会花了25亿？啊，当然，那包括赔偿、包括罚款，什么都在里面了。我觉得那已经过去了，我说面对他、解决他，就忘记他了啦，就不会再想那个事情。那是人生的历练而已啦，跟友达他们也是一样，全部都关在同一个监狱里面。那你当初应该那是我同学。哦，你同学。那当留学生的时候，那时候会不会心情会不会不好？不会，我反正可以沉淀，再想一下公司的未来。如果不在公司会怎么样？就很顺利，我们的股价业绩都创新高，啊，就代表应该没有我的存在可以活下来。那因为往好处想了，你不一直往坏处想，你就会很难过。往好处想，你可以沉淀下来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在那边规划了一个新盘，我投资的回来就投资了一笔资金很大的资金，100多亿。所以反而你出国留学以后回来以后，这整个的地堡的话呢，是更加的茁壮，更加的壮大。许旭明说，这一段意外的人生旅程让他日后在经营企业做决策时更加的谨慎小心，也让地堡在参与国际产业竞争时有了更大的格局。而如今地堡即将面临的又是另外一个新的挑战。这是我们交给马来西亚车厂的，我们俗称用热板的组装的，这个组装好几种，有涂胶，有热板，有震动，有雷射，有IR震动。所以它是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组装方式，对不对？对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热板的组装，对对啊，这设备都自己去做。它这是在干嘛？螺丝，锁双螺丝。哦，它在锁螺丝哦。对，自动锁螺丝。哦。这设备我们自己想。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呢，是那个灯具的底板，对不对？对对。底板，然后呢，我刚看到一个红色的上面呢，是壳嘛，哦。对。那现在要把底板跟壳呢，要把它衔接在一起。是。然后要衔接在一起这个地方呢，叫做热板，对不对？对。用热板的方式呢，把它衔接在一起。对。热板那个粘在一起就可以了吗？对。还要再回火的，把那里面的热应力处理掉。当两边的材料应力不一样时，车灯会因为热胀冷缩而容易破裂。材料经过回火之后，就可以开始组装内部的零件。而在车灯组装线，地堡也善加利用了颜色管理，以黄色、蓝色来区分左右车灯，加速了组装产线的流畅度。这个现在全部是自动化的，现在是一次生产。它是一次，它是一次生产一体成型的，但是它怎么样连在这不一样？它是放在模具，它知道我们是射出去有一色、两色、三色、四色，我们可最多做到4个颜色。哦。它就在模具里面就直接做出来。我还以为它是拼起来的，不是？不是。一个设计简单的车灯，内部大约有20个零件。但复杂的车灯至少得多达500多个零件。许
徐俊明很有远见，早在2004年就打造了这一座自动仓储，有效的管理制作车灯的布料元件。哎，这很吓人呢！这总共大概是有4层楼吗？超过。然后这全部都是物料。物料，对，我在做物料的。做几间灯具呢？这物料和你追？对，而且我们种类太多了。为什么会这么多？我们20几年前、30、40年前的车灯还在做。啊。我们1980的车灯还在做，差不多已经快20年了。有那么久了？嗯，那等于地保其实是很早就导入了自动化的一个仓储系统。是，我们现在自动仓库大概总公司加全公司加起来，大概像这个台这个车子啊，我们大概有100条线。对，在台湾我们就有100条的这个。是备料的仓储？不是，我们成品仓库了，或者是什么仓，就是物料仓库加起来，模具包括模具的，我们就像那个模具是。刚开始投入，很多人压抑啊！啊，我20几年前就投入模具的自动仓储。这个占地35500平的彰滨新厂呢，未来将是地保智慧工厂的大本营。这边是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的区域，这边目前有摆设22台的这个双色的这个塑胶射出机。对，那。你现在看得到的就是我们当时的规划，它是全自动化的。这22台机器里面，目前大概只有4个人在操作而已。它22台是4个人，只有4个人在操作。有办法运作啊？这样有办法运作？可以。所以现在即便是关灯的话呢，这个工厂都还是可以运作了。是的。所以彰滨厂的话，其实可以算是车灯厂的未来工厂。可以这么讲，我们自己希望是在这个厂把它打造成一个最先进，然后以及最不一样的一个制造厂。你知道吗？他们引进的全部都是全世界呢最高等级的一个塑胶射出的机台。光是这一台，我们后面看到这一台的话，价值多少啊？这一台大概要超过1000万台币啊。这台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马赛的一台这个双色射出机。它其实很多的智能化，主要是说它的机台它的精细度很够，它所有的温控啊，然后它的电控压力什么都可以可视化，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做到线上的 IoT 的连线，可以跟我们现在想要做的智能化这一块做结合。这一台机台很特别，是我们跟 Klaus Mafai 买的第100台机台。第100台，我看到了在那边有点，所以他特别这一台帮我们做了一个彩绘。光是这几台的话呢，总共呢买了100台，你看那家公司的话呢，靠地保就够了。然后当然我们已经买超过100台，这个当时算是一个指标啦。这个是一家百年公司，对，这个他们公司已经180几年了。那他180几年的时候累积下来的经验，我想是有他一定的厉害的地方。自豪地向我们介绍提升地保竞争力的关键秘密，他就是地保二代许志博，也是地保数位转型成功的幕后推手。许志博在2011年进入地保，从最基层开始做起。他在参观丰田工厂时，见识到了精细化的管理。于是他花了2年的时间说服父亲，在2017年进行数位转型计划。像你在导入这个所谓的自动化的过程里面的话呢，会不会跟爸爸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哦，有，当然有。当然了，很常吵架。有时候他们对于这个电脑或者这个系统比较陌生啊，没那么熟悉。那他对于这个就说，哇，这个要花这么多钱，这到底在干嘛？这个能够帮我做什么东西？人拢无做代志，好像安尼拢坐底下拍电脑安尼。哎呀，这个观念，我说这个系统也能够帮助你啊，系统能够帮你看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数据，而不是一直靠经验。当然，我相信我父亲他经验确实也很够，也很厉害，能够让他建起这样的一个事业体嘛。但是，未来要做的更大、更多的时候，其实你要依赖更多的工具，很多的这些智能化、自动化、数据。
具化的东西，这个都是我们换我们要来去推动的东西，那应该这样讲。这是地保工业的战情室。嗯，没有啊，这不是战情室啦，这不是战情室，对，这也是我们的配光室，也是叫做光学实验室。所以我们其实是来看光的。我们是来看光的，在这个实验室主要是测试我们的亮度、照射的角度，每个角度的亮点它都有被规范的。哎，我刚刚看那个灯具，它其实是在移动的，对不对？是的，是的，它架设在这个机台，它会左右左右的移动，为的就是去测试它每一个角度的那个亮点。光打出去是一个是一个扇形的概念。那是一个扇形的话呢，你其实呢打开来以后呢，这每一个点位的话呢，它的亮度要一样，是不是？是的。所以它其实结合了非常多的设计的理念，或者是说设计的元素在里面，对不对？光学的设计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那也当然也是地保的一个 know how 在里面啦。哎，我方便近看那？当然当然当然，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开个灯看一下。就是你看我们这个车灯哦，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可是它其实背后，它里面的机构，它里面的光学，里面的各种的电子元件的设计，其实是很复杂的。对，车灯其实不是只有，这不是说把那个灯装上去就好了，它不是只有外表，不是只有外表看起来这么简单，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复杂的机构在里面。外观可能只是占一个10%的一个那个，对，后面还有大概80-90% 的工程在里面，因为它的车灯还要经过各种震动的测试啊，对，它经过那个那个温度恒湿恒温，然后盐分盐水测试，各种性能测试，因为我们车子是在外面在室外使用的，所以你这个车灯它的这个性能要求，它的功能要求是相当的严苛，它还有像这个光学花纹的设计，怎么样让那个光可以透过这个纹路扩散出来，对，达到他们符合，就是他们要的这个角度，符合驾驶者需求的角度，以及这个法规规范的角度，这都是上面的这个光学的 know how。 我们现在的车灯现在已经做到其实是很智慧化的，对，结合的这个摄影机的这个功能，结合的雷达的功能，它会做自动的闪避，这个叫做自适应光源头灯，它这是一个模拟，现在这是在模拟对象一旦有来车的时候，你看到它暗掉的地方，其实就是可能是路人，又或者是有来车。对。那在车上前挡的这个 CCD 镜头啊，照到的时候，演算法会告诉我的车灯说，哎，你那个把它关掉，不然会照到那个行人，让他刺眼。啊，这么厉害，你把那个感应出来就对了，然后直接去调控它的光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它那个光到底是直接打出来还是反射出来？它这个设计是靠折射出来。那靠折射的时候，它的亮度就可以那么高了。是的，是的，这也是我们的光学工程师在很多的努力下去想说，因为直射光可能会看到一个一个点，就拍孔了。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看起来是要符合安全，又要符合它的美观？为了因应快速变化的科技趋势，徐志博说，地保拥有设计、研发跟创新的能力。除了提升车灯技术之外，也因应市场需求，开发更新一代的车用灯具。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个车灯的灯具可以做成这样，吓死人了！吓死人！我刚看到一个，我来问了半天，这到底是什么？我们电动车现在很流行，它在充电的时候，你怎么去知道它？你到底现在充了多少电？所以我们就想，哎，可以用车灯来看，因为车灯它可以显示这个你现在完成的，比如说我把它拆成100个格子，然后先亮一格、两格、三格、四格，这样就代表你那个充电的那个饱满度。所以车灯已经变成一个萤幕的概念了，就是你有所有的讯息的话会显示在那个车灯上面，传达讯息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我车子要往右边走，要往左边走的时候，上面可以显示箭头，是的，你看它就显示出来那个。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也可以显示警讯的信号啊，等等。这个呢？这个是 OLED， 它只有一片，是不是？它是只有一片，薄薄的一片，然后它的造型也是做得很绚丽，还有重点，它的那个亮度很饱和，很饱和。对，这是我们跟那个台湾的工研院一起合作，我们现在是把它用在车子上面，对，用在车尾灯上面。未来的话呢，地保在这所有的这个车灯里面啊，你们希望发展的一个方向，具体的一个方向是什么？我们希望每天一直更进步，精进自己，
加入各种的科技，它有各种的变化啦，还要保持这个美观，这都是综合很多的技术，很多的 know how 在里面，然后带给用路人，带给驾驶者更好的环境，更好的产品。欢迎回到台湾六十赫兹。接下来呢，同样也是台湾的隐形冠军，这一家呢位在新北市八里，已经有40多年老厂。他们呢是针对不同的食品呢，客制化做出了专属的加热搅拌机。不止国内知名食品大厂点名使用，甚至还卖到了世界各国。就连杜拜的皇室甜点，都是靠着这一间 MIT 机械厂的加热搅拌机呢，做出皇室的甜点。食品机器卖到全球超过50个国家，从这搅拌器再到锅子的弧度甚至温度，这处处都是美感，都是关键。尤其杜拜皇室的甜点就靠这一台 MIT 机器，他们会供应那个 Almond Sweet 给他们皇族所有的皇族当做甜点来吃。 Almond Sweet 的话呢，它是非常粘稠度非常高的东西，以传统我们手在那边搅拌的话，它可能没有办法搅拌均匀完整。这个刮板是贴着锅子做搅拌，即便粘稠的液体它有办法刮得干净，所以变成说我们煮焦的几率就降低了非常多，甚至不会煮焦。杜拜皇室主厨也买单，尤其现在科技化时代来临，人力不再是唯一，机器不只要取代人力，还必须兼顾高品质。锅子其实难度有点高，因为它是圆弧状的。圆弧状的，即便说我们是同样一个模子做出来的，它还是有一些些些微的差距。那师傅可能就必须要靠着仪器，或是凭着经验两项，好，然后去抓出每一个可能不能密合的角度，再作为调整做校正。MIT 食品机械也让世界看见台湾，遍布全球5大洲都有他们的客户，还有你熟悉的味道，益美、嘉德、胡须章等等知名食品大厂也是选用这家40多年老厂的机器。就是把 MIT 食品机械卖到全球的幕后推手李俊奎，全台湾只有他们为每个食品量身打造专属的加热搅拌机，而会展开客制化人生就从这笔订单开始。都说李先生，我这个搅拌不是这么小呢，我量一次很大呢，比这个还大30倍、40倍呢。我说你到底要多大？它一次的容量是300公升，我让他看的是一个三公升的锅子而已。从小到大都能客制，现在最大能做到600公升，而从一块块不锈钢板到变身成加热搅拌机，每个过程都是关键。搅拌机在转的动力来源就是从这边下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固定好之后，它的角度要抓准确，抓不准来讲的话，稍微微微偏一下，之后这声音就很吵，咔咔咔咔的声音就不行了，对呀。所以说，毕竟我们这个都要校正的很好，才有让它成型啊。在成型之后，就有我们的秘窍，我们不可以让你看的。而且要做食品机械，确保食品的安全，这是第一，所以抛光得要进行3次，就是要确保不锈钢板表面干净平滑，不会卡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脏东西。里面零件组装完之后，你要做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这个动作，哦，让它整个地方都可以刮得到，包括从中间到你刮板面积的地方，都整个都可以刮得到，这样才是正确的。15岁开始当黑手，起初做面包烘焙机器，到后来决定投入加热搅拌机制造，创下年营收破4000万。他的努力痕迹都记录在这充满故事的双手。加热搅拌机的时候最重要，温度，食品方面在加热方面的温度都不同，那你这个东西要加到几度，那你怎么去测它的温度？为了继承家业，儿子也努力学电子，甚至还花将近2年的时间研发出无线温度感应探棒，而下一步早有规划。我就跟建议他，哎，你可以设计一个机械手背，在一个空间里面，
等于是一个机器人，但他要所做的食品方面有一些佐料放旁边，就可以利用这机器人手背直接倒入机器里面。机器取代人力是未来的趋势，林俊奎靠着双手打天下，接下来他们要进军韩国设厂，在国际市场拿下更多订单，也要把 MIT 食品机械结合 AI 创造更多优势。食品科技以及农业加工呢，是台湾的强项，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国际调查预估呢，全球农业加工的市场呢，2026年将达到了864亿美元。台湾呢，也将进入农业新时代。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带您来看看知名的发甲芋头怎么样靠后端的农业加工技术进军国际。包入完整的芋头流心满是芋浆，因为芋头来自台中大甲。农民忙着采收，每年中秋节过后就是大甲芋最好吃的时候，再加上这里有着其他产地没有的东北季风，接下经过吹拂会更好吃。东北季风的吹等下来，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整个大甲地区就好像一个天然冷冻仓库，挑选就是啊，要纺锤状的，像这个形状就是大大的肚子，这个叫纺锤状，底部切开，做一丝一丝的，对对，然后我们手会这样刮一刮，再你摸看看，稍微摸摸看，它是黏黏的。现场一刮真的好绵好香，但这些芋头以前只能卖进菜市场，但现在能卖到五星级大饭店。老练的农民用手捡捡，马上知道几公斤。黑色只装900克以上的上等芋，蓝色就装700克左右。透过农产履历分拣分装，成了平价芋头也能成为高级料理的重要里程碑。芋头可乐饼。或芋头米粉，你能想到的产品，芋头糕、芋头粥都能加入芋头元素。虽说现在产量满满，占全台1/3，年产量16481公吨，但未来呢？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接下来暴雨、干旱的状况只会越来越严重。因应这个气候变迁，一直鼓励着农友，希望他能够多用一些有机质的一些肥料。对，节切的目的也是这样子之一。这几个月里面，如果量产比较高的时候，量大，我们把它收购过来，去做一个节切，再慢慢的释出到市场里面。这样子全年度要去吃到，还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供应。刚从田间采回来的芋头，一部分直接送往市场，更大部分来到这里，经过超强力清洗，芋头直接刷掉了一层表皮。大甲芋头产期是全台最长到8个月，但是随着气候变迁的影响，产期可能越来越短，数量越来越少。如果想要每天都能够吃得到芋头，甚至是外销国际，就得靠后段的节切加工。因为缺工，农会特别定制了这一台机器。以前一分钟可能只能削一颗，但现在这一台机器一分钟就能削24颗，而且平整又漂亮。接着上楼梯，光溜溜的洗澡吹干，进入下个旅程。它所提炼出来的话，到后端的十字成型后，还是要经过人工的挑选之后，就是它主要是挑选在它那个芋头中间的部位。最好的。先切片，再切块。别看这小小一台，实则能产制无限大的商机。因为根据 CAS 台湾优良农产品统计，截至2020为止，我国的生鲜节切产值已经超过了30亿台币，还在持续成长。冷冻更能随时随地品尝一年四季的美味，还能延长外销国际所需的运送时间。不管是芋头、凤梨，还是释迦各种农产品，靠天吃饭的时代逐渐结束。透过节切冷冻，一针台湾农产加工的趋势密码。好，不止大甲的芋头呢，可以加工成为各种食品。
外台湾的咸酥鸡呢，现在也要进军国际市场咯。台湾的炸鸡市场呢，年产值就破百亿。那么有一位咸酥鸡摊的老板呢，刚创业的时候呢，最惨，你知道他一天的营业额是多少吗？居然只有700块钱。但是呢，现在已经有将近30年的时间了，他不只成立了自己的品牌，还迈进了各大量贩以及超商的咸酥鸡摊。下一步呢，还准备要进军国际。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直击生产线。油炸一块一块盐酥鸡，在油锅内逐渐穿上名为美味的金黄外衣。小心哦，起锅哦！炸得酥酥脆脆，香气逼人，还得放进甩油锅转一转，撒上特制胡椒粉，最后装进盒子里，大功告成。葱蒜放在这里。356号，谢哦。心情好要吃炸物，心情不好更要吃炸物。不管是鸡排炸鸡还是盐酥鸡，台湾人真的都好爱啊！光是炸鸡市场，这年产值就破百亿。看准这个吃的疗愈商机，老板吴瑞龙从30年前开始经营小小的盐酥鸡摊，但30年后的现在，竟然做到全台湾拥有将近100家门市，里头下足苦功夫。有些东西的话，我为了要讲究它的酥脆度，我会先在低温先做过，让它达到一定我要的熟化的程度的时候，高温的速度比较快，把它锁起来，让我们的食材炸出来的时候会鲜嫩多汁感。规模越做越大，盐酥鸡也能很时尚，不是你印象中的纸袋，而是专属的盒子。一路打拼到现在成立品牌，甚至还有自己的食品公司。这是电仔的这个标签，这个每一个都一定要贴。鸡肉的来源严谨把关，而盐酥鸡的诞生就从这里开始。每一块鸡肉都要先来按摩做 SPA， 这是咬下去美味的关键。它的肉质会比较鲜美，就是吃起来味道会比较好。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来来回回转好几圈，用物理性的方式让鸡肉软化，希望送进顾客嘴里的肉都是 Q 弹多汁。而每个月鸡肉用量起码30顿起跳。再来看看这一锅老板特别研发出来的秘密武器——独门酱汁，用它来腌制鸡肉，紧紧抓住顾客的心。裹好酱汁还得乖乖排队，因为还有下个步骤要进行。裹粉我们分粗的跟细的，细的是让肉包起来比较扎实，让肉汁比较锁得住。粗的就是炸好之后，口感会酥酥脆脆的，比较好吃。虽然有自动化机器帮忙，但员工还是得紧紧盯着，每个小细节都不能出错。然后像我们这个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之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它晃散。晃动的原因呢，是为了要让东西不要结块。然后如果上面有附着一些小冰霜或是渣那一种粉渣之类的东西，它可以顺势往下沉淀。这样在进行包装之前，还有最重要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要确定放进袋子里的咸酥鸡块呢品质都很 OK。 所以像我手上这一种啊，这个炸得太干，还有裹粉裹得不够均匀，这种类型就是 NG， 就得淘汰。疫情那一年，冷冻包商机崛起，他们也参战，还成为第一家能够把冷冻包卖到全家爱买家乐福的盐酥鸡摊，而且光是一天就能卖出3000包以上。但热卖的产品可不止盐酥鸡，饼干再到胡椒粉都能变成热门产品。或许16岁的吴瑞龙也没有料想到跟盐酥鸡之间有这么深的缘分。他刚毕业想拎着一个包包
就跟我妈妈讲说我要离家出走，然后我妈妈问我说要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妈妈就想说啊好，安多好，您姐也懂不懂？好，啊您姐夫啊，伊咧未减数，加欠一个卡手，你也到三工。结果一做就是30年，起初跟着姐夫学，后来带太太回彰化老家创业，最惨的时候一天营业额只有700元，曾经很低潮，但一股冲劲拼下去，业绩开始像爬楼梯，靠着盐酥鸡赚进人生第一桶金，下一步还要进军香港，持续展店开发新市场，力拼成为盐酥鸡界的台积电。小生意啊，可以创造出大奇迹，只要用心经营的话呢，都很有可能下一个台积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带你来看看这小小的爆米花怎么样进军世界。的爆米花一颗颗爆出来，不同于一般不规则状，这家又大又圆有秘诀，不止温度得精准掌控，还得筛掉不合格的 NG 品。酥脆美味的秘密还没完，因为还得跟时间赛跑。爆米花本身就是容易受潮的产品，所以我们在包装的要求上，在1分钟左右一定要把我们的爆米花装填到袋子封装好。每个动作都很熟练，因为这些员工竟然得经过1个月的包装训练。人工搭配自动化机器，一天就能生产出上万包，红到国际。包装好的爆米花还得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装箱作业，等待出货，而且不止台�湾，还卖到国外去，外销12个国家，而且一年卖出好几十万包。小小爆米花竟然能卖到全球，幕后推手就是他，李家佑。不过你可能很难想象，以前的他跟食品业完全沾不上边。那时候还很年轻，闯一闯。那时候其实我就是跟家里面人讲说，那我试试看。好，考上3年，如果不成功，我们再回去当工程师。投资过饮料店，做过笔电买卖，他就是想创业。后来凭着一股冲劲，放弃百万年薪，手机研发工程师不当了，很跳痛的跑去卖爆米花。你看他的地比较远，比较远，他的后面那个比较远。啊，如果是一般蝴蝶形的，它比较尖一点点，比较长。捧着小小的玉米粒，就像捧着自己的宝贝，滔滔不绝分享原料的重要性。别人卖普通的蝴蝶形，他就卖圆滚滚的造型，就是要与众不同。但是要创业哪那么简单？创业初期，高温爆出来的爆米花弹到身上，但几次的痛都没有击退它。地瓜要怎么样才会好吃？烤，所以它先烤了再磨粉，所以它的香味会跟一般的生地瓜粉不一样。不止形状标新立异，口味也很 MIT。找上在地小农合作，就是靠持续创新，每1-2个月就有新口味。到现在已经研发出上百种，每一秒卖出6包，卖到年营收破亿。但当然不只有台湾。怎么让不同国家的人买单台湾的爆米花呢？味道最能够引起共鸣了，所以针对不同国家也特别研发出属于当地的口味，像是夏威夷就有盐烧海苔。因为有一些早期移民过去的中国人，再加上2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文化，所以他那边有中西合并的一些饮食餐饮文化在里面。不用主观意识进入新的市场，从当地文化下手做功课，或许这也是成功进军海外的胜利方程式。坚持的心加上各种创意，门外汉也能变身达人。